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九一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我没有。嗨，嗨，我是传说对决的金金芦笋汁。我是，我不好意思讲。你讲啊。台中可爱小宝贝。哪？你是谁？莫里，莫里西雷。宝贝哦，这是我们传说对决的名字。ID 名，大家好。其实我哥做了三四个版本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一开始做了一个版本，然后被打枪，被打枪，因为他们不喜欢。对，然后又做了另外一个，对，又被打枪。那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问题，因为一开始他们讲的设定就是差不多像现在这首歌的样子。对对对，只是我们一直突发奇想，一直对想要加入我们自己的一直爪音，对，爪音。我们本来说我们这样做应该他们会接受，对，就他们这是倔强。对对，可是做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还不错、啊，蛮好听的。对，很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适合打传说对打传说对决，很适合。我这一季差三颗 S， 我上一季有打过的，我们都打到 S 啊，我最高是 A， 他最高是 A， 他比较少打，对。對我比较排位，他比较少打排位，他都打那种一般的。他你都玩什么角色？夸克跟最一开始是玩警，最一开始是警，但是后来哦刚打一下，后来你的警被你玩松了，玩然后你就玩夸克，警变成松，对，然后就算了，对，就玩夸克，有时候会玩那个勇，哦勇，对，我以前都玩鱼人达尔西，然后现在在玩安格列，对，啊你。悟空啊，悟空，对，悟空，鱼人啊，鱼人，然后我蛮多的，我玩蛮多只的，还有射手，射手有那个史兰兹啊，我也会玩特兰纳斯，特兰纳斯，史兰兹啊，我射手都玩亥牙，对，我们玩很久了，我们从这游戏刚上的第一天就下载了，有，因为我前阵子会跟那个传说对决的选手打直播，然后就会被他们那些朋友认出来，我就会骗他们说我是陈林姐。就说有人就是会挂机嘛，他就说不打了，然后什么你们下去吧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跟他讲道理，我说你这么自私，你在社会上应该也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用道理跟他讲，会打很久这样。我还有遇过我本人呢、欸，九一春风，哎呀，没东区春风还是什么北区春风，有这个、哦，你也没挂吗？青龙会，龙马了，龙马还青龙马，嗯，因为他刚好刺青，我比较省事。还有，哎，来来，哦，华克，对，身材比较好，比较省事哦。我就想要那个钩子这样，但你钩子生锈了，你每次都拉不到人。啊，生锈的钩子，我十次有三次会拉到吧。我想 cosplay 猛禽那凯撒，魔神，夜魔神凯，魔神凯撒了。他是 NPC， 他不是玩家。对啊，我要做小兵。哦，小兵不错。对啊，小兵真的不错，蛮可爱的。没有人会想到那边去。超开心，超开心。第六题。哎，那个跳舞真的很开心啊！我们是真的很开心啊！耶、啊， yeah, 跳舞耶耶耶， yeah, yeah, yeah. 很好很好。快点，你不用看他的屎，你就开心跳舞。他的新造型啊，他是龙，是包子，包子就是小青嘛。小青啊，你那个那令月，对，今天才出了角色嘛。我刚刚才买，我还没看。他的招我刚好看一下，他的招是这样一个八，那个打超远，但是他打不了近的人的样子。可以的，可以，他可以按第一下跟第二下，他先近的连，他可以连。如果刚一直死就打，然后你连打到两下的话，还可以再加一下。对，然后还可以再按一次。他的大招好像推人嘛，我对，让我看一下他的招数。做一个专属我自己的角色。哇，那就是夸克啊！就做好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对啊，我是夸克。语音啊，语音啊！你是什么？你是夸张？配音啊？对啊，你帮夸克配音。哎呀，别丢！哎呀，够我丢！他在讲什么？我的链子是不是松了？夸克，悟空吧，我想帮悟空配音。哦，是啊。哈，你别是死狗音啊！安格列。对，帮马配音。嗯、对，帮马配音，打传说对决。我刚是真正我陪我侄子赢他传说。真的、啊，我们在车上都会打了。对啊，你们刚刚五排啊。然后因为洋葱有时候都不合群，我们就叫他开车。不是，所以是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讯号就很烂。
就会走路就变直接变成这样。规划还蛮多的，嗯，而且很多事情是今天刚好才规划好的。我们刚刚那边化妆的时候就顺便洗一下。今天在拍戏的中间，我们有规划一下。啊，有规划。就发专辑。对对对，会。他看得住吗？可以，在。在。现在几点？半夜三点。半夜三点。三点了吗？三点。两点半。两点半。好。已经拍了。12个小时半，对，但距离起床时间已经十五个小时，16个小时了。